今日同大家睇利奥坊海岸嘅三房连天台，入嚟啦就冇玄关位嘅，一个好方正嘅大厅，又摆咗张餐台啦，有个厅柜啦，然后一字型嘅厨房，基本上都好企理，整体睇落去相当靓仔。楼底就3.5米高，可以谂下设计，善用空间。右手边就系一间睡房嚟嘅，相当大，一面大嘅落地玻璃。除咗整咗张书台之外，仲可以整个衣柜位。呢度行出去就望住个汇丰中心，咁有埋个海景嘅。下一次啦，好企你。呢个就系书房，再入就主人房，咁就两边落床。然后行过去有一个平台，望出去就望翻旺角嗰边。呢边就主人浴室，有窗嘅，佢仲外连一个天台。咁佢所谓嘅天台系点啊？你个行出走廊上去，佢系送俾你嘅。系带埋嘅。佢系总价几多？大概2000万，佢 mark 就呢口价。天台好靓仔，好方正，望嘅景观都系海景嚟嘅，相当阔啊！似呢间实用面积632尺，平台34尺，连天台316尺，你哋又觉得点？